在我的印象里，小浩哥已经不再是在我的眼里那些不再是小浩哥，在最高端，但是今天他如此，不是伟大，我觉得我不但车开得好，我连行李都推得特别的，是不是一点都不等？是不是不等？日内瓦的箱子真的特别的，大家猜一猜小凯的体重？哪儿啊？过了呀？过了吗？好，可以。哇塞，真的厉害！马上下车。哎，麻烦把票买一下。啊？票？车票？